在今天呢，我們即刻頒獎禮記招，我們 DJ 們呢就穿上這個炸染 T， 那呢就分別有這個紫色啦、紅色啦、藍色啦，還有當中這個呢自己贊了出來這個很獨特的彩色的。咁我哋咧有幾位 DJ 咧，之前就特登去咗呢個 workshop 嗰度咧，就做咗每一件都獨一無二嘅扎染 T， 就其實同我哋今年學樂壇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歌曲一樣，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顏色色彩。而家得到嘅成果就係咁靚啦，多謝曬。想喊啦，佢已經講到扎染 T， 扎染 T。